啊，我听说过的话都挺火的。谁？还有什么吴亦凡吗？我给你看几个照片，然后你看一下，因为他们要总决赛了，然后您能不能就是看面相，然后猜一下这四强里面谁可能会得冠军？我都不认识啊。就是随便看面相猜一下，看缘分。是前面这个吧？这个戴白帽子的。对。好，他叫 PG One。哦。你有了解过嘻哈吗？就是没有。如果让你听一下的嘻哈音乐，你觉得你？我不乱唱吧。我就会觉得很乱的，很乱，很燥。对，如果你女朋友特别喜欢嘻哈，然后每天在房间里放的话，你会疯了的。没看过，为什么？就是觉得没什么意思吧，就是之前没看过这种类型的，然后就不想看，就是嘻哈呀那种感觉，我不太接触那些。知道一个 PG One， 就正常的，我们这店里边基本上天天放嘻哈。真的呀？对，因为代言人就吴亦凡，所以天天放他的歌。你们感觉听习惯了也就那样了，也就当没听到。您知道四强，然后现在也出来了，您觉得冠军会是谁？冠军有GP1吗？要有GP1吗？谁？GP1。GP1。